后来他身边的那个丫鬟啊，是后来丫鬟在他耳朵边上就说了两句，他就不哭了，该吃饭吃饭，该化妆化妆，长了什么知道吧？说这个皇帝以前爱那个妃子的，就讲这一句话。爱的感情也是这样的，在家里面也是这样。我们这个社会上，好了，你看，夫妻两个每天都要秀恩爱，为什么要秀呢？因为恩爱很不可靠，知道吗？每天要表达，每天要表达，就是很脆弱，你知道吧？这真的是苦，真的很苦。哎，这个人是需要这种的对比的啊，这种将心比心的啊。女的很爱很爱她先生，她先生有第三者的时候，你看看这个女的是气的是真的，就咬她一口心都有啊。男的你觉得哦无所谓，男的大大咧咧的。那天告诉说，你老婆跟别人男人，你试试看呢？哎，你别觉得大大咧咧的，哎，给你戴绿帽子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这个事件到现在，犯罪里面情杀的犯罪比例还是很高，因为感情，爱和恨之间，有时候连一秒钟都不到，爱就变恨了。我这个也不是要挑拨你们夫妻关系啊。这是分析啊，我们是分析啊。那明白之后呢，守好戒律，珍惜对方对你的爱，爱的成分有多少，反正也量不出来，但是要珍惜啊。两个人过日子不容易的，厮守一辈子是不容易的。这两天短期出家，就好好的，以出家功德回向他，以出家功德回向爸爸妈妈，供养爸爸妈妈。你回出家的功德，这两天出家的功德供养你家里的太太，她辛苦啊，帮你照顾孩子、照顾家庭，还给我做护法，让我哎守住大后方、大后方掩护。你出，我给你守着啊！你看，就像打仗的时候一样啊，掩护你啊，撤退啊，你撤，你跑啊，我给你堵着。哎，你看。得好好的出家回向他们，回向公司里面的，对不对？回向你的同事们。每个人来很多因缘啊，很多善因缘，你想到没有？有一个恶因缘出来，你都来不了的。纵使有一点逆缘，也是助缘多，逆缘少。所以我们坐在这里，本身就住在人间的善。有时候想想，人间要找到这个善，太稀有了。老实说，比莲花还稀有啊！你要想想看看，具足这些善因缘，太稀有了啊！所以聚集这么多我们国际短期出家啊，你看，在马来西亚还是一个回教的国家。哎，我们在这边却做的，哎，清清静静，没有干扰。你看，哎，这也是很稀有，好，62页啊，菩萨出家有24利益之事，何等为24？一者，舍于四事，得大自在。二者，舍于烦恼，获得解脱；三者，身服染衣，得无染道。染衣是什么？穿着这个有颜色的黑的衣服，代表我这个人是黑的，知道吧？这代表惭愧呀，惭愧之服啊，有惭愧心啊。有了惭愧心，才能得。
你以后问心无愧的，才能做出问心无愧的这个清净的身口意来。啊，人要有惭愧啊，所以染衣是代表惭愧的意思。我无量劫轮回到今天，我这个造作的恶业比海清还黑呀、啊！如果有味道的话，还是臭的呀！不要，这个是臭的熏天的呀，天人不敢沾边的。这两天我们一受戒，好嘞，他们这些护法的戒神、天神跟佛发过愿的，所以我们一受三规、五戒、八关斋戒、出家十戒。那好嘞，护法神就得要靠近我们，就帮我们做保镖。但是做保镖怎么样呢？我们这个习气啊、业障还没有全部忏悔掉，还没有干净，是臭的。那个护法神这样子，啊，捂着鼻子在给我们护法的。哎呀，也苦啊！护法神他说：“谁叫我跟佛发的愿呢？”谁要三皈依，谁要五戒，谁要八关斋戒，我就给他做护法神。说这我护的这个人呐、啊，真难受。哎呀，没法说啊，这人呐、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染衣是这个意思，知道吧？不单单是黑的，还是臭的。哦，说的不好说。啊，所以这样子的缘故，所以我们能得无染道。清净身口意啊，能够持戒的人的清净。四者，具足四事，得四性种。啊，这个五者，乐于头陀，远离一切大欲恶欲。啊，大欲恶欲。啊，什么叫大欲恶欲？恶欲啊，就是要对他人都是要损害的。哎，大欲就是啊，这个时候，为什么这个修行人要清心寡欲呢？对不对？有时候如果特别喜欢吃榴莲，那也要戒一下啊，因为对榴莲也是一种皈依嘛，南无榴莲。哎，是。这两天我们出家了，我们这个持戒，我们 no 榴莲啊，说不啊，我们这个热带很喜欢吃辣椒，我给 no 辣椒，哎、就是对这些欲啊，我们能够控制它，能管住自己，哎，这就是啊，如果这个都能做到，那就。这大欲恶欲当然也能把它拒之门外。哎，这个戒字啊，我们中国人都是象形字，戒，你看戒应该先写那两先写里面的，先写里面那一横，然后那个两竖，这就是一个什么篱笆墙，三根棍啊，变成一个篱笆墙，一横两竖，这是个篱笆墙，然后外面加一个戈，这就是一个士兵手中拿一个毛毡的站岗，有一个守门的人，啊，手拿着戈，这个就刀枪，哎，不准入内，啊，就这个戒，就叫戒，看着，哎，卫兵五条戒就是五个卫兵。五个卫兵全方位守护，哎，八条街就是密集度更高，卫兵布的更多，八个卫兵，哎，全方位守护，哎，十个就是你看十个卫兵，哎，就好像那个部队里当官那个条条杠杠几颗星一样，我们这个修行人就看你的卫兵多少，卫兵越多，这个人哦越庄严，哎。所以戒抽的越多越庄严，啊，不舍啊，六则，不舍戒具受人天乐，啊，这就是说身心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清净，受用就是福德就是开始现前，
就会受人天乐。七者不舍菩提获得佛法，八者常乐寂静离世谈语啊，啊，离世谈语，嗯，啊，没事就瞎聊天，啊，所以这两天最好手机也得戒一下啊，纳入第什么啊第几条戒，哎，这两天手机最好戒一戒，戒一下微信啊。Facebook 啊，不要被打扰到。九者不着法故得大净心，十者具足禅知得禅定故，我能入定了，你看，哎，这是能入定了，哎，能入定是很幸福的，就好像能睡觉了似的，啊，有的人吃安眠药也睡不着啊。哎，这睡不着觉很痛苦，对不对？不能入定也很痛苦的，平时就是散乱心控制的，哎，散乱心控制的啊，所以我这个有时候出门呢，在外面十字路口看到大家，我就看到十字路口的眼神，就是我有时候就会有一种悲从心起啊，众生轮回相，就是没有得定的相，散乱的，散乱是一种啊，那个十一者求与多闻得智慧故，哎，这个时候能禅定了，脑子就好了。师父讲过什么的话，不用用录音机会记一辈子，就等于你这个硬盘啊清空了，里面再放什么东西就能存储得住，嗯。十二破坏骄慢得智慧故，啊，一个有了智慧的人就会发现，纵使你有优点，你会发现这些优点实际上是很多善因缘具足的，实际上是别人很多的菩萨成就你的，所以自己纵使有优点的时候也不会傲慢，会更加的感恩这个世界，啊，所以破坏骄慢。有智慧的人就是破，就会破坏骄慢，越没智慧越傲慢，你就发现好了，越没智慧越傲慢啊。还有一种呢，一个是无知的傲慢，一个就是所知的傲慢，这两种障嘛，一个所知障，一个烦恼障啊，哦，两种怎么办，以智慧就能破这两种啊。十三者破除邪见得正见故，哇，得正见也特别的幸福啊，心如明镜照见一切，这个时候这个人正觉就有正觉的状态啊，哦，特别的生命的感觉特别不一样的。十四者不生觉观为真实知诸法界故啊。第十五等观众生得大慈故，十六者化诸众生心无疲倦得大悲故，十七者不惜生命维护法故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现在没有法，就变得只有我，只有烦恼的知见。等哪一天我们修修修修，先是佛菩萨硬是把我们拉进来，然后为什么拉进来不知道。啊，有刚学佛一样的，哎，问他你皈依了吗？我皈依了。你为什么皈依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他还不知道，他说我看别人跪下来了，我就跪下来了。看别人念，我也跟着念；看别人领了一个皈依证，我也领了一个。哎，那谁叫你来皈依呢？哎，我邻居叫我来皈依的呀。别人叫他来皈依的，不知道是皈依的意思，开始是不知道的，哎，也就是刚刚你不知道定为何物的人，你不能就是得定是什么？什么感觉叫得定啊？什么叫得定啊？是不是咔咔咔扎一根桩，打个绳子把我拴上，那就叫得定了？那叫牛啊，那不叫定啊，啊，哎，不是的。
那得了定的人就会知道，哦，什么是定，什么是散乱。有了正见的人就是，哦，什么是正见，什么是无所，无所没有正确的知见的，散乱，散乱的状态。你有法的状态了之后，你有清净的，清净的这个戒，你看是开始像，就像那个我们比例是编那个网一样，那编网最主要是没有的，有个线，哪里有网，线归线打结，哎哎，结出一个洞，再结一个洞，再结一个洞，哎，变网就出来了。我们受法也是啊，这个戒法，当你一天清净，你就有一天的戒体，这个戒体的功德出来了，就你编织出一块来。两天清净，两天哦又更大一点，三天四天，啊，所以我们出家人叫半月半夜说戒，就是半月半夜来处理一下啊，不对的忏悔掉，对的让他成一个体，这一段把它断啊，这一段收起来了，半个月啊，有哎叫白日黑日啊，有月亮的一个半这半个月和没有月亮的半个月。半月半月说戒，然后半月半夜就把它好像织成的布一样卷起来了，卷起来越卷越多，越卷越多。后来就你看老和尚要走的时候，就是生辣啊、生啊、辣啊、戒辣多少啊、戒辣就代表你这一辈你干干净净的功德体，有功德体的时候，你闻到肉味哇就特别，就是闻到我妈妈的尸体的味道。你就会哦，觉得一不会贪心，第二起悲心，这就是戒的体、法的体的反应。没有戒体的情况，什么？一闻到肉，哇，这什么肉？红烧的还是清炖的？就想着就要流口水。这没有戒体的时候是这样，啊，有戒体了，马上，妈呀，不会那个，甚至为了法而不惜生命。我死不要紧，只要有法在，法在我就可以解脱，清净的戒体在我就可以解脱，一戒体就是我渡过苦海的舟航，就是佛来救我的把柄，有个把柄好救你啊，善业敬业啊，有了这个敬业，十八啊，寂静其心，唯得神通故啊，心已寂静了，就这个心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筷子放的啊，横啊，横遍十方，竖穷三际啊，我们的心就会有显发神通。十九，念与如来唯见佛故。二十，修三思维，唯得十二缘深智慧故。二十一者，得与顺忍。一个人善法的力量越大，戒体这个戒的力量越大的时候，他越能忍。为什么啊？这个时候他生命力他很充实啊。我们这几天你们会发现你自己的体质一天比一天好，体质会一天比一天好啊。因为讲老实一点啊，你们这出来了没有夫妻生活了，没有女色来那个，男的就会啊精气神越来越好，身体越来越好，身体好的人才能忍呢、啊、不好的人怎么忍啊，哎，不好的人坐椅子，哦，坐很好的椅子坐久了，哎，不舒服了，不行了，睡床太软了，腰不行了，对不对？身体好的人睡硬床也可以，软床也可以，无所谓啊，坐硬板凳也可以，坐软的也可以，啊，坐在石头上都行。身体好的人，身体不好的人是什么都不行，站一会又不行了，坐一会又不行了，躺一会又不行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持戒首先身体会好，哎。然后这个想一想忍什么的话也能够忍得动啊，忍得了，最后得无生忍，最后证得什么啊，我们比如这个精气神越来越好，这个人就越具有穿透力，
所以当你看虚云老和尚100多岁被人打，打的人简直是都打累了，他入定去兜率天去了。他为什么？他凭什么能去兜率天？这个就是他的修行的功德力。那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，那毕竟我出家20多年了嘛，对不对？20多年了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这里你就那20几天好了，你就会觉得你完全就不一样了。那个时候你再一年两年三年，所以作为修行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。第二就是为什么？你首先要有时间，所以我们叫暇满人生。你要有机会，你有机会来修行，暇满人生。对不对？有的人他真的是大老板，很有钱，他没时间，他有钱呢，公司很多，员工很多，钱很多，多到银行里多少钱他自己都忘掉。对于他来说，多1亿少1亿他不知道的。但是他最贫穷的，他没时间，对不对？那今我们这次我们有时间好嘞，这个是对你最有意义的。他钱再多，他生不带来死不带走，对不对？甚至还是那些钱有时候还能把他送进监狱，活着就下地狱。我们把时间你看来修善法，然后成就戒定慧，然后成就戒定慧，别人抢也抢不走，收税也收不了，抢也抢不走，火也烧不了，大水也冲不掉，贼也偷不了，你看多保险。活是你的，死了也是你的，死了这个身体都败散了，但是戒定慧功德带走了，跟着你走啊，不相舍离，如影随形，功德随着你。所以最后能证得无生法忍啊。23则，信一切功德。这个时候你就相信功德，你就相信做好人有好报。自己没有修过的人呢，甚至自己也是个大坏蛋，不相信什么叫好人好报，我就看到好人没好报。我看到坏人这挺活得挺开心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只看表面，因为他自己没有功德体。当自己有功德体的时候，你就会相信这世界是有善有恶的，有天堂有地狱的。地狱那里很苦，天堂那里很乐。极乐世界，你看每个都是解脱的，享受的阿比八字的这个菩萨果位。但是世间的众生轮回各受其报，就是有善业有善业，就恶业是有恶业的。这时候因为你有功德，你就会相信了，对不对？一样的，像当官的一样，你是一个好的官，你会去相信这个社会上还是有好人的，当官也有好官的。如果你自己就是个不好的官，你说哪里有好官呢？天下乌鸦一般黑啊！然后给自己解脱，实际上意思就是我坏不是因为我坏，因为大家都坏，所以我才坏啊！这当然就是自己是好官，你就会相信，你会坚持，因为天下肯定还是有好人的。24则，得佛智慧，像这个越来越增长，像月亮一样。现在我们都属于什么？我们都属于新月，刚刚露出一点月牙边，月牙，新月。请问那个新的月，我们身上那个白液，我们只要在这里清净的一身口意清净一天，这个白液就增长，就如那个弦月啊，新月就增长，增长，增长。请问这个这样增长，是不是最终这个月亮会圆满？我们的善业会不会圆满？福慧圆满，我们就等于佛陀，每个人都能成佛。对，
时间到了，好像是，对不对？本来我今天想讲出离心啊，为什么要出家啊，然后再讲讲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啊，因为明天要受菩萨戒了嘛，下午就要做啊忏悔啊，啊这个问遮障，晚上要忏悔，本来是要讲给大家再讲一下为什么要受菩萨戒的。哎呀，真的是啊，这个我这个人不会当老师啊，不会规划时间，讲起话来啊没无边无际啊，所以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。阿弥陀佛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，就是什么？把佛像、把经文、把咒语印在帆布上，刻在石头上，随风飘。风吹到哪里，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，风吹到哪里，这里面就有三宝的加持力，当地就可以消灾延寿，就可以圆满，就可以满愿。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幡、咒语、佛像，到处送给人家，挂在车上，挂在山上，挂在任何地方，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弘扬在全世界，让这个世界消灾难。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，我们就把凡旗寄给你，也多护持印经协会这个大量制造三宝风马旗的功德。阿弥陀佛。后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安弥让弥三堪萨拉南卡恰。保有正念，我们就能觉知进来的是什么，就像城门的守卫知道谁进谁出一样啊，所以要控制好啊。所以你的眼睛看的该看的你就看，不该看的赶快转过去啊。就像各位现在在守八关斋戒，哦，有人放音乐了，哦，你耳朵听到了，但是你还保持正念，不去听它。虽然有声音进来，但是你把它转成欧玛尼贝咪吽，你不要去享受它，啊，眼睛看到喜欢的东西，不要一直看，啊，看了以后你又起心动念，然后你又执着了，所以修行，你不可能说这个世界没有这些脏乱的东西，你要特别是做菩萨的，做菩萨你一定要入五浊恶世，不然怎么度众生呢？没办法成佛哎，所以一定要到五浊恶世，莲花要开在污泥里面。你才能够累积资粮，啊，你才可以圆满悲心，所以你更要有保持正念的功夫，啊，所以要把一切如幻如化看得很清楚，守护正念，这个日常生活就要习惯了，啊，你要日常生活不习惯怎么做，不保持着警觉性的话，那很容易就被拉走了。